的乒乓。容易了，从两个月前吧，还一个月前，我突然想说，今年可不可以给我的粉丝们办一场见面会？因为我没有给他们办过，然后他们一直这样对我，所以今天，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就是我只是随口说，我说我想办一个这个事情，我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老板们都是，好，立刻就办。非常让人感动，就是因为有太多的支持和爱，才可以成就我今天顺利的站在这里与你们相见。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你们每一个人，非常非常感谢，我谢谢你们的远道而来，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，谢谢你们对我做的一切，谢谢你们，还是这句话，让我这个普通的女孩子变得不普通，是因为你们，真的